干什么啊？大过年的不要大喊大叫。我被粘住了。你是个猪吗你？那你现在怎么办？干了应该会好的。不过我现在脚有点冷，你能不能帮我撑下半身？开玩笑，我才不要呢。自己。哎，妈真香。继续奶豆。奶豆。奶豆。不是你又干嘛？我饿了，想吃东西，但是我的手，当个馒呗。哎，那，我想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肉美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鹿尾。来东，你快来！不是你要干嘛？我想上厕所，可是你干嘛去啊？大的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吐一吐。我是骗你的。我要上厕所。奶豆，没纸了。看来我肉饼脱单就在今天了。我就是想听一听到底是什么歌这么好听。你别笑。嘿，新的一年你又长大了一岁，我希望你喜悦的时候有人能与你分享，难过的时候有人听你倾诉，做一个天真快乐的自己，爱你哦。是这一直到初的我是六饼，一位优秀的单身青年。此刻的我在停车场寻找着我的爱车，想着今天会在这里有怎样的邂逅。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奔驰，车中的司机意气风发，口中嚼着些什么。只见他取出口中物品掷出窗外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住了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槟榔啊。本草纲目有记载，槟榔浮流可以忘忧，我想这位先生肯定遇到了能让他忘忧的好事。为了让他更加忘忧，我决定帮助他。快乐的瞬间是不容易的，我只是举手之劳，就让快乐在这车厢内慢慢发酵，慢慢沉沦吧。这是我的车，发动打灯，一气呵成。这象征着我的单身生活即将结束。